最近做的每件事情都不顺利。之前承接的那樱花楼啊，我因为听说要倒了。奇怪，关我什么事啊？还不是对方的负责人跑掉了，真是。每件事都不顺，好想回到无忧无虑的幼稚人。耶！欢迎收看《时尚玩家》。今天呢，我们到永春高中合作社要介绍一个超好吃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超好吃包子，它有多么好吃呢？才十二块，鲜肉多汁又美味。我们看究竟。看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是美食节目，东西被你讲难吃死了。还有，你那什么斜刘海？你以为你帅哥吗？还好而已，知道你是还好吗？帅哥普通还好，还好。哎，不要，快赶下一个通告。不要，刚通告，你今天什么烂 case 啊？刚搞得超惨的，烂经纪人。哎，现在工作那么难找，薪水又那么低，还要被自己旗下艺人骂得跟狗一样。想回到无忧无虑的幼稚园哦。现在艺人那么难搞。The bullshit, the drama, the guns, the armor, the city, the farmer, the babies, the mama. 好想回到无忧无虑的幼稚园啊！大家以为艺人很好当，其实超难当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看那个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疯婆子。哎，好想回到无忧无虑的幼稚园。哦哟，好嘞！啊，科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到底在干嘛？上班不上班，整天只会睡觉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会把你开除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上班真累，好像赶快回到无忧无虑的幼稚园。新进的员工，整天不是睡觉就是玩脸书，都认不到什么好人。好想回到无忧无虑的幼稚园哦。好，同学们来 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不景气，学生越来越少，待了十几年的教室又倒了，我的人生怎么那么悲惨？好想回到无忧无虑的幼稚园。才不过每天多吃了几桶哈根达斯而已，胖了几公斤，今天公司就说要冷冻我，为什么？这还有天理吗？想回到无忧无虑的幼稚园啊！来哦来哦，养颜美容青木瓜素影，25岁以前都还来得及哦！来哦来哦，哎，这位小姐要不要试一下养颜美容哦？哎，来哦，哎，同学要不要试一下青木瓜素影？不需要。好想回到无忧无虑的幼稚园哦。小姐，喜欢吟诗吗？不喜欢，不喜欢。可是我喜欢啊，小姐。关我屁事哦。小姐，让我为你吟一首诗。不要不要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别打，别打。轻轻的你来了，正如我轻轻的走。我有事先走了。
师错了吗？我想是这个时代不适合你。又被炒鱿鱼了，现在连肚子都跟我作对。妇女会什么？这个合作伙伴搞什么啊？搞什么？懒人死要多，没错嘛。哎，差多久了？快点啦！好想回到无忧无虑的幼稚园啊！哦，这是什么状况啦？搞什么？拉屎可以拉成这样？哇，大便那么大坨！哦，怎么拉的？每天在做这种工作，搞屁哦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时间魔术师，不相信吗？我有证照。还是不相信吗？施展魔术给你看。眼镜拿掉。看，他生气了吧 ？Magic！ 我听到你们的愿望。现在我要带你们回到过去喽。不是要 Q 十三届吗？怎么 Q 到我们十四届？对哦。哈哈哈！还是勾起盖。啊！哎呀！好痛！好痛！哦！好痛！哎！是沙伟，又见你。没有。哈哈哈！邱大脚，朋友。哈哈哈！哎！怎么？真的回来了！哎呦！管他的，我们去玩就好啦。对。最高品质，静悄悄。很好，现在我们要来上有深度的家访。如果爸爸给你一颗莲雾，妈妈又给你两颗莲雾，那么加起来总共有几颗莲雾呢？哎，那莲雾饼来。